娘亲，你喺度睇《资治通鉴》，闷啊嘛，随便睇下啫。但系我仲系唔明白，点解你话东汉杨震系个好官呢？杨震当然系个好官啦，但系我仲系觉得佢太迂腐啦。哎呀，你睇呢度，东汉杨震孤贫好学，通达博览，50岁始为官，有关西夫子之称。及至老来，种田种菜为食，仍不起白受他人所助。听下呢段啊，其学生助其种田，待其播种，他总将菜苗拔去，重新种作。点解咁样做咧？冇问题啊！你觉得佢做得冇问题啊？啱啊！嗱，点解啱咧？佢将嗰啲菜苗掹走，就是为咗证明佢系为人清廉，拒绝贿赂。阿爹经常教我，执政为民，唔系当官为己。正义啊！阿马嘅每一句说话，你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但系我仲系唔明白，杨震点解一定要拔去苗种呢？咁唔系太浪费了咩？佢点解唔留待秋收之时，将所得收成分赠学生，等啲学生都得以享受其劳动成果，嚟个皆大欢喜，咁咪更好咩？唉，有道理咧，正义。哎呀，正义啊，你睇下你个样子啊，真系啊，阿娘只系随便问一下啫嘛，你啊。不要好像阿妈这样永远这么拘泥，永远一板一眼，一成不变。唉，你不要说阿爹，阿爹说的是对的，他作为一个大官，公正严明，做事严谨，是绝对没有错，怎会是一板一眼，一成不变？情理兼备不是更好吗？杨震不受贿赂当然是对的，但是他过分严谨，不懂变通，恐怕人哋都唔好受啊！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但系家规同国法只系一个情，对得住自己嘅良心，咁先至系最关键嘅。我觉得啱唔啱啊？嚟食橙啊！罗生罗太，你哋唔使咁紧张噶，俾多啲笑容啊！如果今日咧，你哋唔影结婚相，我真系睇唔出你哋系情侣啊！放松啲啦，系一路倾偈一路影啦，会自然啲噶。大友啊，不如你一路同佢哋倾偈啊！好啊，你哋点识噶？两位，我哋系演马剧嘅，喺剧团度识噶。我老婆系剧团里面嘅女主角嚟噶。啊哈，我咧就冇用啦，喺剧团里面打杂工嘅。不过他对演戏很有兴趣的，经常都烦我要我教他的。那你有没有教他啊？有，教一下教一下就擦出了火花咯。不像我们的。那你们认识了多久啊？嗯，认识了很久的，只是拍了拖没多久。哇，是拍拖没多久就结婚了？两个人结婚不一定要拍很久拖的嘛，只要了解深那就行了，是不是老公？咁你哋咧？你点知道我哋拍拖啊？睇得出，同你哋一样啦。识就识咗好耐啦，不过拍拖啊，冇几耐啫。咁你哋几时结婚啊？啊？你哋几时结婚啊？唔知喎，你问佢。诶，咁打算几时结婚啊？我唔知啊，你问佢啦。我随时都得噶。你帮我闩下道门先啦，好冇？你知唔知啊？相机入边咧系漆黑片噶，快门要喺短时间之内打开，只可以令到少量嘅光进入。
呢啲光咧会将影像留喺底片入边嘅，从此就成为人嘅记忆啦。留住美好嘅感觉，永远都唔会忘记。呢个正系我中意摄影嘅原因。不过有啲感觉唔使拍低佢，永远都唔会忘记嘅。咁咪湿晒咯。呢啲药水咧，可以将底片所需要嘅光加入，呈现出颜色，变得更加靓。希儿，如果你系张底片，我愿意做呢盆药水。你讲咩啊？我想帮你生命呈现更多颜色，更多色彩，更加靓。我可以为你做任何嘢，甚至可以改变自己。你唔需要为任何人去改变自己噶。不过，爱系可以改变一个人。终于冲出黑暗，迎接光明啦！飞叔，你翻咗嚟啊？你点会喺度？飞叔，飞叔啊！我唔想再见到你。大仇未报啊！唔好为咗儿女私情而忘记咗你阿爹同你阿哥佢哋系点死嘅。几多就写几多。写完啦。好，睇下先。啊，咁复杂嘅字都识写啊？悔恨仇。诶，边个教你写呢啲字噶？系爹爸教我嘅。佢点会教你写呢啲字噶？你仲话你阿爹唔系一个怪人？我爹妈唔系怪人嚟噶。咁佢肯定唔系一个开心快乐嘅人。我爹妈每日做嘢好辛苦噶，我大个要赚好多好多钱，咁样咧我爹妈先会开心噶。点解会咁怨恨？将世间睇得咁绝望啦！我有办法。你睇咁样咪得咯，不悔不恨不仇。无常啊，你真系聪明啊，帝真大医咁锡你嘅。越简单嘅字越难，
点解啊？你睇，不字简单，人字都好简单，但系人简单难做，不好写难说。我再教你一个字。曾大姨，这个是什么字来的？情，感情的情。其实世界并不是你一定认为那么残酷，那么悲观的。人间有情，有亲情，友情，兄弟情，母子情，还有令人朝思暮想、刻骨铭心的感情，爱情。有情有义才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如果一个人没有情，就只是剩下躯壳没有灵魂，就不算是一个人。哦，姐姐，大哥，姐姐，大哥，过来。你好嘛，大哥？好好啊，你呢？我都好好，来，包裹。好。哥，小燕。面色咁苍白嘅，人又瘦咗，你真系担心死我啦！小燕啊，大哥可以离开佛山嚟呢度，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开始。大哥，如果你唔攰嘅话，听日我同小燕陪你到处行下，睇下，好唔好？我唔攰，我行几多路我都唔会攰。我嚟广州系因为我有预感，善民都会嚟呢度。你哋有冇佢嘅消息啊？啊，哥啊，我哋入去坐啊，睇下我屋企先啦，吓。嚟，大哥。你哋呢度气派过我佛山好多啊！话晒呢度省城啊嘛。系啊，哥，我哋嘅生意咧一定会越做越大噶。睇嚟你哋两个真系叻过我，都系小燕叻啲。边系啫？系你叻啲。你一坐啊，阿哥饮茶。哥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当初咧，我痛不欲生，将自己困喺房入边，仲以为自己系天下间最惨最可怜嘅人，谂乜嘢都谂唔通，最后啊，甚至傻咗啊！原来咧，人越系困住自己，就越会谂唔通。系你救咗我，唉，你对我关怀备至，系你叫我嫁俾邱辉嘅，我咁先会好翻咋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我而家真系好知足，好幸福啊！而家咩都谂通晒，亦都唔会再执迷不悟啦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谁却巫山不是云？你哋唔使担心我，我会用我嘅有生之年继续揾善民，一直揾到佢为止。
啊，系啦，你哋喺广州过得点啊？有冇识到啲新朋友啊？啊，阿哥啊，你系咪喺佛山道识咗一个叫珍姐嘅人啊？珍姐，你哋点知噶？大哥啊，佢嚟过揾你，留低一张便条添。系啊，我攞俾你。嗱，你睇下，柳元，我嚟咗广州啦，仲揾到你个妹添。几时你都过嚟，等我哋聚下。珍姐，呢个珍姐真系有意思。我哋只系萍水相逢，谂唔到佢仲记得我。诶，但系佢冇留低地址，我点去揾佢咧？大哥，呢度同佛山唔一样咧，有好多新奇嘅事物，千奇百怪。我哋两个真系大开眼界啊！子怡，平时你都要多啲出嚟行下，唔好成日屈喺屋企啊！吓，大哥嗬，我同你讲啦，小燕平时啊根本就唔出嚟嘅，今日佢出嚟都系表面大哥你嘅啫。边系？阿哥嚟咗，我梗系要尽下地主之谊噶啦。佢哋呢啲革命党喺度呼吁民众支持革命，而家系反清嘅势力嘅越嚟越强啦，已经由地下转到地上。我仲听讲佢哋广州揭竿起义啊，而家搞到人心惶惶。我哋嘅生意啱有啲起色，我惊生意受到影响。我嚟买药噶。买咩药啊？我要一斤灵珠，两斤人参，三斤红掌，四斤藏红花。过嚟啊，肥仔，你都嚟写啊。嗯，我唔识写。我可以教你噶。我唔识写啦，所以咪要学咯。你想写咩字啊？睇下咪知咯。呢、這个字大大乜嘢啊？睇住啦，大有大有，诶，唔系你阿爹个名嚟？系啊，系咁我阿爹个名，你又识唔识写啊？睇住啦，就是你爹爸了。你玩我，打我你啊！唔好打我，我同你开玩笑咋。我阵间就去问诊大医，你爹爸个名点写啦？啊，好啦好啦，我要翻学啦，你帮我睇住铺头啦，我好快翻嚟噶啦。你要我帮你睇铺啊？咪走啊！唉，写字好难啊。系啊。每件事刚开始嗰阵都系困难嘅，冇想怕唔怕困难啊？唔怕。好，有志者事竟成。嚟，曾大姨同你示范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乜嘢系人之初，性本善啊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意思即系话人一生落嚟嘅时候，原本系善良嘅。即系话一个婴儿啱啱生落嚟嘅时候就有善性。咁乜嘢系善性啊？
善性就是善良的本性咯。比如说一个人可能是个样子生得不靓，但是由于他有善性，你就会觉得他好靓。调翻转头讲，一个心地凶恶的人，唔理佢生得点靓，你都会觉得佢个样好丑陋噶。我讲得太深啊！总括嚟讲，对人好，唔害人就系有善性。哦，曾大姨啊，我都有善性噶。梗系有啦，每个人都有噶。我有善性喺边度啊？喺呢度咯。呢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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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次都有啊！嚟啊，武生，我同你举个例子啊。比如话，前面有个井，井下边全部系水，有个细路仔坐喺井上边，睇落好似就快跌落井度咁，你会点做啊？我会抱住佢，唔俾佢跌落去。如果我唔理佢，佢就会跌落去浸死噶啦。啊，冇错啦，呢啲咪就系无常嘅善性咯。曾大姨，你都有善性噶？你会唔会唔理个细路由佢浸死噶？我无常啊，去写字啦，继续写。我点会举呢个例子噶？珍姐，柳儿，嚟干杯！嚟，珍姐，干杯！我饮噶啦，饮啊！好，话你知啦，珍姐好好酒量噶。好，睇饮完啦，柳儿啊，真系估唔到啊！我哋竟然可以撞翻，你睇有缘就真系有缘啊！系啊，有缘千里能相会啊！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冇错。嚟。嫲嫲再教你多一句说话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呢句话系咩意思啊？即系有好朋友同你一齐玩，你会唔高兴咩？肥仔佢系我最好嘅朋友，我中意同佢玩。系啊系啊系啊，珍姐啊，你个孙真系好可爱啊！系啊，真系好可爱，太可爱啦！武常啊，呢位系柳叔叔，嫲嫲嘅好朋友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真系叻仔啊！大哥啊，我早就叫你嚟省城噶啦，你睇出嚟见下大家几开心。系啊，嚟嚟，为我哋一家团聚，干杯！好，要为你同珍姐重逢，干杯！好啊，咁就要干两杯。好啊，好啊，嚟，我哋干两杯，嚟嚟，干两杯啊！干干干干，嚟第二杯。好，珍姐，我帮你斟。嚟，大哥，嚟，真噶，我见到你真系太开心啦。干，嚟，珍姐，干第二杯。嚟，大哥，珍姐。小燕啊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啊，嚟食多啲嘢。唔该你啊，老公，你都食啲啊。大哥啊，食蟹啊。哎哟，系仲系俾无常食啦，嚟无常食啊。姐姐啊，你嗰啲系咩嚟噶？无常，细路仔食嘢啦，唔好乱咁讲嘢。唔紧要啦，无常。姐姐生得唔靓。我觉得姐姐生得好靓，好靓啊！因为姐姐有善性，一个心地凶恶嘅人，无论佢生得几靓，人哋日都觉得佢好丑样噶。姐姐心地咁善良，所以系最靓嘅。哎呀，无常啊，你咁讲真系太好。无常真系好乖啊。咦？希儿，你去那边集市看看，找多几块彩布回来，等你报警有多些变化啦。嗯。
早知你会嚟，我已经同你讲过噶啦，我呢度唔欢迎你，李兰。希，佢唔喺度，你走啦，唔好再嚟烦佢。如果你系为希而好嘅，你放过佢啦。你已经害到佢家破人亡啦。佢为咗佢阿爹嘅死，佢阿哥嘅死，佢呢几年过得好惨啊！你知唔知？都系你害噶。我哋慕容家族而家只系得翻呢一个唯一嘅后人，家族可唔可以报仇雪恨就睇佢噶啦。我哋潜伏咗咁多年，都系为咗等报呢一个仇。你的出现令他分心，令他陷入感情的烦恼，你太自私了。况且自始至终你根本就配不起他，你说你个希儿，你凭什么啊？以前你激死了你爹，又将老婆押了给人，然后破产去杂技团，只是做个打杂，现在呢是个三餐不计的卖药郎，你将来呢，你将来会是什么啊？跟着你的人会是怎样啊？你自己想下啦，吓！跟住你嘅人会有啲乜嘢好处？你放过佢啦，你放过佢啊！翻屋企咯，知道，无常乖，坐。嗯。无常。嗯。以后迟翻屋企，要话俾爹爸听，唔可以要爹爸担心，知唔知？小朋友唔讲大话，你话俾爹爸听，今日去咗边度，见过咩人？带我去咗茶楼，嗰度有好多好多好多好食嘅嘢。净系得曾大姨，仲有曾大姨嘅朋友。边个？有柳元叔叔，仲有邱辉叔叔同柳艳姐姐，佢哋好好噶，仲请我食咗好多好多点心啊！你中意柳元叔叔吗？中意啊！佢哋仲请我食咗好多好多好食嘅嘢，仲带我去佢哋屋企玩添。我特别中意柳元叔叔。爹爸，你饿未啊？我去煮嘢俾你食啊！
念姐姐佢个样子生得唔好睇啊，佢好怕丑啊。不过咧，我觉得佢一啲都唔丑啊。哦，系啊，爹爸仲有嗰个柳园叔叔啊，佢太可爱啦。佢乜嘢动物都识扮噶，乜嘢狗啊、雀仔啊，仲有马。佢乜嘢动物都识扮噶。哎呀，仲有蚊叫啊，佢都识扮噶。哎，爹爸，你识唔识啊？爹爸，你到底识唔识啊？爹爸。同佢讲，以后唔准见佢哋。点解啊？咁小朋友可以随便同陌生人来往嘅，人哋买啲嘢俾你食，你就咁信佢哋噶啦。如果万一系坏人，捉咗你去好远好远嘅农村做苦工，以后见唔到爹爸，咁点算？点会呢？柳元叔叔咁可爱，怎会是坏人？乜嘢可爱啊？咩叫可爱啊？可爱定可怕？可爱同可怕一线之差啊！知唔知咩叫一线之差？知唔知咩叫知人讲断不知心啊？坏人系咪有个样俾你睇到噶？以后唔准见佢哋，以后唔准见佢哋，以后唔准见佢哋，听唔听到？以后唔准见佢哋，以后唔准见佢哋，你听唔听到我讲？知道，以后唔准见佢哋。知道。爹妈吓亲你啦。肥仔，你点识我噶？你系无常嘅好朋友嘛？无常咧？无常唔嚟得啦，佢叫我嚟话你听噶。点解？唔知道。容易就放弃了啊？你不是说要学写字要读书的咩？你令曾大一好失望，不再写字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怕辛苦怕困难，我不理你了。我爹爸不给我见你哋呀，都不准我写字了。为什么呀？越嚟越冇道理咯喎！啊，你点解唔俾无常学写字啊？呢个唔使理你，亦都唔道理你。你带无常周围去，我都未话你。佢唔学似得你，佢睇铺要帮手，唔可以好似你咁游手好闲，天光等夜晚，夜晚等食饭。以后你唔好再嚟无常。咩？你咁系咩意思啊？我意思已经讲得好清楚。不要再问无常。他做什么有病法啊？不要再等了，他不会回来的。你跟大友说了什么？你赶走了他？
为咗儿女事情，国仇家恨都唔顾啊！哎，钱冇前途冇将来，中晒。你唔好咁样讲啦。唔好唔讲，唔好讲，唔使讲。梗系翻嚟啦。呢度几好坐，你坐我就。仔都唔知道，仲拖住自己个仔都唔知道。爹爸你点啊？爹爸你点啊？受人你咗啦，受人啊！爹爸我问你做咩啊？受人啊！吓？受人啊！你咗啦！受人？乜嘢受人啊？要对付啲人嘅受人咯。爹爸，你快啲起身啦！爹爸，起身啦！爹爸，自己个仔都唔知道。哎呀，咁你会冻亲噶，你要瞓就翻去瞓咯。冇钱，快啲啦，爹爸，快啲起身啦，爹爸！哎呀，你咁样会冻亲噶，快啲起身啦，听话啦！哎呀，爹爸，你要瞓就翻入屋瞓啦，咁样会冷亲噶。一定要嚟试下呢啲汤水啊，真系好饮噶！你坐坐坐坐，坐啊！老袁，你坐呢度啊，荣婶啊，坐啊！上次咧，我饮嗰啲好好饮嘅汤咧，一人俾一碗佢哋啊！好，放心啦，武生，武生，你做乜嘢啊？仲当我系陌生人唔理我啊？嗯，你阿爹咧？你哋老板咧？老板去咗采药啊！采药？嚟嚟嚟，吴生，哎呀，笑下啦！哎，你睇下，边个嚟咗啊？哎呀，吴生，吴生，佢做咩咧？佢心情唔好啊！你吴生，我同你玩个游戏，有心事啊！嚟笑下啦吓，好啦，眯埋对眼先，听下咩动物喺度叫。太简单了，哎呀，你一啲都唔似嘅，我嚟，呢个，咕，冇计，仲有，阿仔，错啦，系老鼠，老鼠仔，我出个最难嘅俾你估，听住啦，系乜嘢啊？唔知道，系
曱甴喺度打喊路啊！曱甴唔知识打喊路，仲识打乞嗤。仲发开口梦啊！你知佢讲咩嘛？我无常真系乖，无常好开心。咁嘢咧，好啊，再估多个啊！嚟啦！好饮噶，我得闲都成日嚟饮噶，你饮啊！无常饮汤啊！